在中国南方的密林深处，火箭军某导弹旅活跃着一群特殊的女兵，她们扎根在崇山峻岭，常年与被誉为大国神剑的导弹为伴，却不负责发射导弹，但是导弹的成功发射却与这群女兵息息相关，因为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导弹做体检。这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殊部队，就是中国火箭军的第壹支女子导弹测试部队。我们测试单元负责把关检测导弹武器的性能指标，就像是给导弹做一个全面体检，测试过程中的任何一点误差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实弹发射效果。如果说核导弹等战略导弹是盾牌，那么常规导弹就是利剑。常规导弹具有精度高、反应快、突防强的优势，是丝网断链破击体系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杀手锏，因此起着当先锋打头阵的作用。1995年盛夏，一支神秘的导弹部队悄然进入南国密林。7月份，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公告，人民解放军将向东南某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新闻一出，全球震惊，自此开启了中国核常兼备、双重威慑的格局。常规导弹也是最精密的武器系统之一，性能测试、故障排除、检查导弹各项参数是否正常、是否随时可以投入使用，这些都是在导弹顺利发射之前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存在任何一点误差，不但可能导致导弹在发射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还可能影响最终的实弹发射效果。在实战中，这还关系着某次战役和某场战争的最终结局，这就要求导弹体检师的工作必须做到周到细致，必须确保每次万无一失。3、2、1，点火！点火！这是火箭军某旅执行的某次实弹发射任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导弹一飞冲天，精准命中目标。然而让世界惊讶的是，完成这次导弹测试任务的竟然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女兵。这支女子导弹测试部队组建于2012年，是火箭军首支常规导弹部队女子测试分队，在世界各国军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导弹测试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作，高学历、高技术、一人多能，这些都是中国女子导弹测试部队的标签。2012年，这支部队组建时，97%的女兵都已经具有了大专以上的学历。经过10年的不断建设和发展，这支特别的女子部队99%都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就连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所谓的学霸们，在这些女兵面前也会变得逊色，因为理论课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学，但是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应用，并且发挥到极致，这并不是每个学霸都能做到的。近年来，这支女子导弹测试分队圆满完成重大演习任务10多次，测试各类新型常规导弹200多发，十年来保持着零失误的记录，这个记录在导弹部队几乎是个神话。女子导弹测试部队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1次、集体3等功3次，被评为全国38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等，个人军功和荣誉更是不计其数。我们的女子测试单元从不怕苦怕难，她们用作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与男兵共同开展军事训练，一起完成战备任务。不要以为这些导弹测试女兵只是技术兵，只会单纯的测试导弹。事实上，这支女子部队还是名副其实的特种部队，她们每个人几乎都具备特种兵的军事技能。在猎人意志训练场上，女兵们全副武装和男兵同场竞技，擒拿格斗、战术进攻、多种武器切换、精准射击等，她们同样成绩斐然，先后4次在军事技术比武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51人在练兵比武活动中取得奖项，展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风貌。多才多艺是他们的魅力，工作中他们是一往无前的女战士，生活里他们是可盐可甜的萌妹子。训练间隙唱歌跳舞说相声，休息期间看书写作学乐器，既能扛得起钢枪，又能 hold 得住全场，还能随机来个18般武艺。就在大家以为此次是他们的巅峰之作之时，也许下一秒惊艳的表演才刚刚开始。导弹部队作战，它不仅需要与敌拼杀的血性胆气，同时也需要稳准严细实的过硬作风。而女兵群体呢，它有着更加耐心更加细致的宝贵品质，在未来战争中他们必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在某次导弹测试任务中，他们奉命首战西北，从祖国南方的深山密林千里激纵到西北戈壁。面对高原戈壁空气稀薄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在干燥的空气中和烈日的暴晒下，他们的脸被晒得黝黑，嘴唇手上都裂开了口子。相对于男兵，女兵们还要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往往要克服更大的生理极限，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轻言苦累，将自己亲手测试的多枚导弹交付给了演训部队，用最高的标准完成了某新型导弹的测试任务。幸福有着多种定义，女兵们说看到自己测试的导弹腾空而起，精确无误的命中目标，这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这群导弹测试女兵将女性的细心坚韧和军人的铁血英勇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把女性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不畏艰辛树立榜样，为国防建设积极进取。他们用自己的成绩告诉了世界，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女兵是优秀的，是值得信赖的。